11月8日，性感女神钟丽缇和张伦硕举行了婚礼。张伦硕现场告白爱妻：“我太年轻，还不够强大，但我会好好照顾你。”而钟丽缇则感动喊话：“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，下辈子能不能早点娶我？”而在11月11日上午，刚刚办完婚礼几天的钟丽缇，在老公张伦硕的家乡山东临沂领证完婚。她在网上抱旗，晒出了一组结婚登记照，甜蜜又搞怪，十分虐狗。钟丽缇发文称：“我们在临沂登记了，现在是正式的张先生和张太太了。”照片中，钟丽缇与张伦硕穿白衬衫，钟丽缇表情搞怪，张伦硕做吃惊像。张氏夫妻还摆剪刀手，嘟嘴卖萌。两人在光棍节领证，甜蜜登记照真是甩了网友们一把狗粮。我们的人鱼公主终于等到了她的王子，两人的爱情童话终于有了结果，祝他们幸福。